火龙果它这样做，软糯香甜，真不错。准备一个火龙果，切成小丁，捧龙果，拿碗调个面糊糊，操作简单没技术。配比都打在了屏幕，带磨渣捧上锅蒸，小火慢蒸30分。出锅接磨带放凉，压点果汁滴中央，再来一勺植物油，抓拌均匀很上头。揪一小块压成饼，配上果肉口收紧，果层捏融是成品，加个纸托艺术品，做法简单又好吃，你还不来试一试？